作为国家广播电视台和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际主流媒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度重视香港方面的报道和传播，紧紧地围绕深入圈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央的对港方针政策，充分反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发展成就和香港与内地的互利合作共同繁荣。中央媒体落地香港，有利于引导香港社会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有利于增进香港市民对中华文化、中国历史和国情的真切的认知，对推动香港更好地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传承文化根脉、厚植家国情怀、弘扬爱国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